糟糕，我发现一个根本没公开的网站，它能免费用 Sora、 Vio、 Midjourney、 Nano Banana， 甚至不用登录，不绑卡，还没水印，听着像诈骗网站对吧？我也以为是假的，结果我测完之后整个人都懵了，这玩意儿竟然是 CR 出品的，但最诡异的是官网根本找不到入口，有人说这是内部测试的通道，但也有人说是员工偷偷泄露的内部版。那我今天就带你看看这个神秘网站到底是不是真的 AI 黑洞。打开网站我就一脸懵，这啥呀，这是，你不说是 AI 工具网站，我还以为打开了绿泡泡网页版呢。作为一个有探索精神的博主，我又翻了翻他其他的几个板块。哎呀，你别说，他还是有点东西的，他居然涵盖了这么多的热门模型。那既然都打开了，我们就来进行第一次测试吧。打开 Sora 2， 写上一句提示词，然后直接点击生成，等待大约3到5分钟，影片就出来了。让我们来看一下，画质方面看起来算是中等，但重点是没水印。点个赞，我还让他帮我生成了一支真人影片，他也立刻帮我脑补了一段剧情，这体验真的有点像官方的 mini 版 Sora 那位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测个有趣的，朋友们操作一样，选择 Nano Banana， 写上提示词，直接生成就好啦。图片质量非常不错，而且把文字也给我加上了，咱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一些不同风格的图片，不过提示词要写精准一点，不然它就会抽风，变成像这种拼接的画面。一谋了，跟确认沟通跟你一谋了。最后我试了 Vio 3.1，我让他帮我生成一个在 YouTube 爆红的 AI 奶奶 rap 的影片，有不会写提示词的小伙伴可以让 ChatGPT 帮忙，当然如果遇到太复杂又生成不出来的情况，也可以直接在这里与这个模型用对话来修改。 Agent of vibes, I'm still fire. 可以看到他真的生成出来一个10秒视频，画面流畅度来看，我敢说大概率真的是 Vio 3.1 引擎。除了这些主流工具，这里还有一堆奇怪但超酷的功能区，比如 Dance Hit 可以生成跳舞视频， Anime 做二次元风格，红是 Midjourney 专区， AS 就是直接聊天 AI， 这些全部都能点进去直接玩耍。又是福利时间，可能有些小伙伴用着用着就会发现，嘿，怎么用不了啦，然后点进这里一看，我去，这不还是要点数吗？遇到凡事不要慌，我们只需要在浏览器右上角打开无痕模式，在新的窗口重新打开网页，虽然还是有积分显示，但是并不会扣除积分。重点来了，我总是会说免费的工具总有一天会不免费，所以用一次少一次了，朋友们就可以开始。红色的富为何带我来感受人间，红色的雾变成漩涡围绕在身边，泥泞的路我的脚步也不止神仙，没地方住，放下包袱哪里都随便，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和神仙皇帝，把战车开到故宫里的不知黄金国戚，船上的木来最后一根牵着昏天暗地，你不快跑当众拍照，我还是照旧飞檐走壁。好啦，老太太唱 rap 其实我也会，如果大家想做这样风格的影片，往后留言告诉我，我会免费教大家如何只用一个工具做出这种效果，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影片见啦，拜拜。